因为舍不得分开，和女大学生又回到了郑州。折腾了一天，我俩都饿坏了。我帮你办吧。那个，你一会儿去哪儿啊？在哪儿？那个不行，我一会儿找一个青旅吧，因为青旅可能会比较便宜。给你，你先吃吧。要不你住我家吧？啊，住你家我确实有点不太合适吧。没事，我那个家我又不经常在那住，而且他也不在市区，那有点远，要不你凑合着先住。嗯，喝吧。这个水能喝吗？给你喝，你还不信我呢。坐了好久的车，天都快黑了。你家这么大吗？我也不太记得，算了，你不用花钱了，把门关一下。你管这叫凑合？来，爸妈看看你今晚睡的房间。睡吧。你怎么穿那么挤呀？你去按下电梯。啊。二楼。啊。空间有点小。我怎么觉得一点都不小？你觉得小吗？我觉得刚好。是你太胖了。到了。家人们怎么这么快？多希望电梯停在这一刻啊！还什么？到了，快走，快点的，快走，快点，热死了。你就坐这儿吧。等一下，我把这个收拾一下，这都是我过年穿的衣服，我都还。没事，你放这儿，我一会儿帮你收拾也行。没关系，你坐这儿吧。这你家这么大，我一个人住，说实话我有点害怕。你胆子真小啊。这太大了。嗯，那我要住这，那你一会儿咋办？哦，我回家呀，我肯定是要回家的呀。啊。嗯，那要不你在这陪我一会儿，因为我确实有点害怕。嗯，也行，但是我先说好，我一会儿可真的要回家啊。好。那我带你去天台看看吧，天台晚上有星星很好看。行，这样子看。都半小时了，一颗星星都没有看到，你困吗？我要回家了，不早了。哎，展展，那儿好像有一颗星星啊。哪呢？啊，就一颗，好几个愿望。你有什么愿望？啊，我的愿望。我的愿望已经实现了。什么愿望？这你就别管了。哎，你刚才不是说你有一大串愿望吗？都是啥呀？那我的愿望可多了，我就想着是去北京看升国旗，然后去喝豆汁，然后吃焦圈，然后想去那个泰山去看日出，然后去海边看日落，反正有好多好多好多，这只是其中这几个。想你心忐忑不定，如果这是结局，我希望你真的满意，你就是我的小星星。你该回家了。你想我，你可以看月亮嘛，我就在那上面。我走了啊，那个我明天要回家了。王源，你在哪儿？我们下次见什么时候？我刚才都上车厢了。不是，你为啥会在车上？你在哪儿啊？我也不知道，我就在这个车里。你来了，我跟你说了不让你送我，让他离我太远了。好了，对不起，我不应该这么凶。咱俩一人一个吧。那也先睡吧。我睡了。晚安。